Congratulations.当全新的人生地图被开启，你是否会在岔口迷路？大不自多，海纳江河。这一路有太多的可能，你或许会慌乱，会迷茫，但你也会坚毅，会执着。一如先辈们选择的路，坚实的脚印，踏出坚定的理想，引领出一条绵延百年的路。虽有曲折，终成大道，不忘归处，不忘征途。同学们，国家给你们的使命，就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将来学成以后，能够在社会服务，做各行各业的领袖分子，使我国家能够建设起来，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。这一路排万难，以求真知。有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路，可路是走出来的，披荆斩棘，突破封锁，保家卫国，义不容辞。这一路从无到有，无愧家国。这条路可能很长，可追溯千年，灿烂的文明，绚丽的瑰宝，无一不从路两边经过。这条路也很远，让文物活起来，让不朽的文明在世界延续。其实路一直都在脚下，有时会有颠簸，但别害怕，总有师长伙伴与你携手前进。常有意料之外，但也许这并不是件坏事。哎，动了！此刻，我们离真理又近了一步。突如其来的疫情并没有让我们在路上迷失。病毒争分夺秒的赛跑，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狙击战。宫中坚毅，能担大任。这一路浙大人白衣执甲，护卫家国。现在的你站在新的起点，你将会被期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心有期待，去冲刺，去冒险，去拼搏，去追求。你可以反复思考，也可以不断尝试。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心有所往，终至所归。新的征程由你开启。
导演都被迫训练了，我们剧组是有多少？我们都没有工资呢。